会转啊。白色轿车路边起步，想直接掉头，无视地上双黄线，以为没车，想来个大回转，下一秒后方机车闪避不及，高速撞上，车上两人往前喷飞10公尺，痛苦倒地。骑士挣扎起身关心同车乘客，救护车紧急到场将两人送医，幸运没有生命危险。事情发生在彰化园林，白色轿车违规回转，19岁的机车骑士无照驾驶，载着17岁的女友上路，疑似车速过快，因此撞上。双方均无酒驾刑事啊。在台中，则有一台黑色轿车因不明原因过弯失控，冲撞路边车辆，把所有人吓傻。几秒后忽然倒车，往前又撞上公车站牌。本件交通事故造成一车驾驶身体多处擦挫伤，驾驶因不明原因当碰碰车一样，把自己撞得浑身是伤，这下得好好跟警方解释怎么回事。记者陈胜伟、卢俊杰、陈志茂，彰化台中报道。